那些人也太过分了，竟然在你头上撒尿。不过你已经出来了，不会有事了。怎么会没事呢？还有偷车罪呢，另一项罪名。我怕他们不放过我。对了，你弟弟怎么没事保释你呢？你别提我弟弟了，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他，他连个人影都不见了。也许他忙，一时走不开呢。忙？我是他亲哥哥，再怎么忙也应该保释我出去嘛。我在里面受了那么多委屈。 谢谢你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帮你的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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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哪去了？ Nancy、Mary、Helen、Lucy 全都是女的，打给谁好呢？不必打了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门没锁，我就进来了。我大哥不在家，你改天来好不好？现在请你先回去。我已经等了他很久了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小姐，有什么事情改天再说好不好？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知道你要找雨峰，我可以带你去啊。你知道他在哪儿？ 事情过去就算了，别想这么多了。来，我替你按摩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他一定是在里面。走，在这里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倒要问你啊！就是他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整天缠着雨峰啊！你可别胡说！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？跟我回去。K， 跟他们走，我不要见到他们。你说什么？喂，你有没有听到？ 他不想见到你们了，还不走？雨峰，别说气话了，回去再说吧啊！你们两个还不走？走吧，好不好？跟我们回去吧啊！你们走快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不要说了，烦死人了！雨峰，都是你啊！整天缠着雨峰，他才不要我的！你别胡说！